7月30号上午，某时尚杂志官方微博晒出了其10周年纪念刊封面，周迅、章子怡、赵薇、李冰冰、范冰冰、汤唯、刘嘉玲、李宇春、刘雯、杜鹃十大女神联手拍摄了这组封面大片。如此强大的明星阵容，简直亮瞎众人。照片中，刘嘉玲、李冰冰、汤唯穿着金色礼服，高贵奢华；其他女神则是简单纯美的白色礼服，金色与白色交相辉映，再加上十位的颜值，这画面太美，真的不敢看啊！乍一听，小编着实被这豪华阵容美哭爱了。只是打开图片看来，似乎有些小 bug。天后李冰冰竟然撞脸一姐杨幂，哦不不不，一定是小编的打开方式不对。但也有不少网友评论到，把杜鹃看成张亮，章子怡拍成了宋慧乔，愣是没认出范冰冰。好吧，原来不止小编一个人被亮瞎。芒果捞新闻有了史上最豪华明星阵容，杂志一定会脱销的报道。